本局非常重视本次医疗争议事件，并对于患者及家属表达关切及遗憾。经致电家属了解状况，家属认为市立民生医院有医疗疏失，因本案系属医疗争议，本局依据医疗事故预防及争议处理办法之规定，提供民众申请医疗争议调解资讯，并说明本局设有医疗争议调解会，将安排调解会议，主动协助家属依法定程序保障其主张之权益，另向市立民生医院了解，该院已依据同法提供协助及关怀服务，共召开三次说明会议，因会议双方无法达成共识，故由市立民生医院主动提出医疗争议调解申请，本局已受理案件，定于113年10月11号召开调解会议。